上给个大景啊，别给小景。好。我们平时比如说还仔啊、取仔的时候，也会模仿它的叫声。这样的话，它母亲的话就会来得更快一点，把它接住。双胞胎怎么在一起？不会吗？蒸东西。哦。蒸的。哦。有些单胎。成就啊，提醒啊，有朋友来看你哦，不要害羞，打一个招呼。